怎么了？不要紧吧？我在门外时隐约听到你说了许多梦话。是啊，你心心念念的冒险家协会也要到了。哎，你的表情也太夸张了吧。看来第一次给苏兰港口的准入证明我们替你办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吧？嗯，记得保管好，不要弄丢了。我们在甲板上等你，一会儿见了。第一次拜访冒险家协会，穿什么合适呢？差不多可以走了，应该没有忘记什么重要的东西吧。是呀，不过不是东港，而是西侧港口。从外海。小海真笨，我们来的岛在这边吗？对，不过刚才小海也没有说。看，这一整条海岸线都算是苏兰港。哦，很大嘛，苏港远帆，不愧是苏兰十景之一呢。嗯，西屿湾你们一定知道，我就躺在花海里看日落。诚心。还有条商业街，当然了，还有你们大家最关心的，你也来了。一谈到冒险家协会，喂，冒险试炼不是什么靠热情就能通关的大路货吧？没实力的土包子，再热情也没用了。我可不是没实力的土包子。啊？我不是特指你啦，我只是随便一说。不过你这样子嘛。要对号入座也没啥不可以的。你是不是想打架啊？行啊，实力什么的打一架就知道了。走，我们去甲板上，就当是试炼前的练手了。来吧，我已经为冒险试炼准备很久了。哦，原来你也不赖吧？好，我也要更认真一点了。好了，你们就点到为止吧。好了，就安。不要紧。看到活，来，收下这个，这是冒险家前辈的见面礼，可不能拒绝哦。话说回来，如果可以顺利加入冒险，啊，当然是变强，变强再变强。说的对，力量，也是，就譬如龙一红会长，他曾向风暴之，传闻中，会长大人好厉害。正如传奇般的秦少师前辈一般，亦或如近来声名遐迩的八，所以说啊，力量，他想要的是力量，那么你呢？嗯，真是有你，看来你们都能顺。各位未来的冒险家，前方到站，船只即将入港，请各位。
再会。好，再会。讲故事的两位，你这种假小子竟然也会对香水。走吧，我们也回家去。嘿，两位回来了。这位是新交的，烤几串三须鳗鱼，刷上真的这。我请你吃早餐吧，小严，我们也许久没有一同去星巴克吃饭了。话说，冒险家协会在哪里啊？在东方，看，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到了，几位请下船。几个月不见，星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了。请进，三位想吃什么？和以前一样就好。那就刚才说的三须鳗鱼和蟹黄。好嘞，情侣套餐一份，三须鳗鱼一份，蟹黄汤包一屉。里面请，有两位喜欢的靠窗坐。哎，告诉你个小道消息，听说最近狐族的小好像随便走走就能遇上几个参加冒险试炼的人。每次试炼之前，苏兰城中都是这样的呀。毕竟是云锤最大的名家，近来声名最盛的是八大冒险家的传说吧。秦少师前辈的传说我也听说过。当然了，他曾经是最有希望晋升 A 级冒险家的人呢。好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给你从前最喜欢的烤鳗鱼，还有吃好了的话。等等，让我带上这几串鳗鱼。不急，我们还要先去。还逞强说什么今天好多了呢？不，不要紧啊，不错，今天冒险试炼，礼物就麻烦你了，交给冒险家协会的白鹿。我们就先告辞了，过几日你有空闲，再来我家做客吧。那是那个符号是怎么回事？我眼花了，看来在船上睡觉果然睡不好。桌子上好像立着一个纸牌子，休息时间如有要事请进入内厅。内厅是哪儿？还有友情提醒，记得做好防护措施。186 to 237. Paloma, stick them on the top left of the quest board in order. Okay. It's so lively here, but you're not interested in it at all? Is it fun? Can I see it? Don't worry. Your ball is falling. Delete it now, you dork! What is
this? A duel between losers? No. Anyone that takes away my spore will have a taste of nightmare. Want to run? I've never let go of anything I've set eyes on. Morning. A new customer? How may I help you? The president is in fury. 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招新试炼的新人呢，请不要紧张，这是因为本次报名试炼的人数较多，需要稍作筛选，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潜力就可以了。只要把手放上，不，没事了。好了，虽然没能测试，但这场战斗，终结之刃，破望水晶，怎么觉得有些眼熟？匕首、水晶和罗盘，你来的时候那个，那，这个是我的。来，水晶具有采集和记录风景的力量。让本大爷安静。是个很有悟性的心。谁能管管他？另外两种气，匕首和罗盘呢？想知道的话，试炼的时候。还有一件事，白姑娘，你还在这里啊？刚才一本正经的提醒大家的人是谁啊？是会药剂。女孩子练好了，我去吧。阿笑，麻烦你带她去档案部。以及白鹿姐姐，那场海难之后，海难她就跟以前不大一样了。经历过那样的事，有些变化，也是在所难免的吧。半年前，小妹妹，能说给我听听吗？叫学姐，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好的，学姐，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半年，我们都以为……难怪。那倒，后来，好，登记表来了，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信息签。谢谢。不需要。说的对，在试炼开始之。欺负。只剩子慧，谢谢。不要紧。那么就拜托你了。如果找不到人。试炼时再转交礼物也没关系，比起这个，享受阳光和海风才是最重要的哦。是白鹿姐让我来挑一头驼兽。驼兽啊，那都在这里，你可以选一。韩大哥早安。那个，抱歉，请稍等片刻。猪螃蟹钥匙，我懂了，这就是生活处处皆修行的道理吧。我也来一起抓。
来了，快抓住他！代表大海干掉你！40-60厘米，攻击帝王蟹背后18.1062度方向。谢谢，帮若事先清理沙，请稍后。好了，5两蟹肉刺身，分你1/2。这位零陵香辛料。是的，早上才下船上。换作是我，经历过这种事，大概连协会里的航船模型也不敢直视。然而，他竟仍未向大海屈服，这等气魄，想必连会长都会赞叹不已吧。太严肃了，这又太繁复了。你未免也太认真了。当然要认真对待了。是呢，不过这种啊，美狐娘也没问题。你难道打算猜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我即是世人所见。就像这样吗？没什么特点呢。这种时候就应该增加一些独特的设计元素，比如说配色。像这样如何？很好，不过还不够，还应该有一些花纹或者刺绣。像这样如何？你还挺有眼光的呢。这样就完美了，非常感谢，请冒险家协会帮忙，果然是正确的选择。看来你还挺有做生意的天赋呢，不如以后跟庆丰水榭的淡水凝碧，我试过很多款啊，还有啊，难道也就是说，既然这样，寒宫巷520号，沿着商业街走到头，左转再左转就行了。钟楼的故事，听说和半年前的一次……半年前的海难，那不就是夏言遇到的那次？跟上去听听。是城中唯一一个，传说在昼夜交替时，他的恋人每天都来钟……这怎么可能了？也许吧，真像是个奇迹啊。可是，哎，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发展。南哥和夏言之间的感情，在钟楼上敲钟，敲不同，敲钟三下，寓意就是。我也去许个愿吧，希望能顺利通过冒险试炼，成为冒险家。想要有个人一起去冒险，生生世世。希望能顺利通过冒险试炼，成为冒险家。想要有个人一起去冒险，生生世世。天色晚了，先去找南哥和夏言吧。